些他其实弹起来走路他是更轻的呢，他更轻的，他更轻的。你这是干嘛呢？啊，把娃带起来，快点，把娃带起来，听到没有？你这是干嘛？娃疼呢。哇，前面也打起来了。那你买人呢？我买人。晚上。他现在是买生意的。他本身买不回来，来看。啊，兄弟。给他搞好吃的。来，一下抓紧吃。我给你，你不要跳上来哈。抢完了嘛，等他慢慢吃，快点吃，快点吃。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咋个办法？我注意点，别打。一个有两个。很辛苦，还有好多路。Thank you.
把吃舒服了吧？等于刚刚给他们吃的是，就是三箱芒果嘛，450块钱。就在姐姐这，单住的话是200。这小死。稳雷达啊！哎呦，妈呀！妈呀！你呢？
真的是要挂了，他娃不行了，不知道怎么了。你早上不是挺好的吗？早上，他早上都挺好的呀。对，好像是快不行了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他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这个好像是可能是把那个龙咬到嘴里面了，我感觉是他手上那个龙咬到嘴里面了。这个没办法的，已经不行了，都已经不行了。你现在是，他已经不行了，他这个，他娃已经不行了，别靠近啊，靠近他要搞人，已经不行了。恩爱的一家三口，看一下啥的要的啥，看一下啥的。这是啥垃圾？难道被你踢了？好可怜。那呢？弱的，我毛在给你们穿的，不是吧？不是。当大碗饭。糖都给我丢了，哇，我的糖了，一米嘞，喊你妈陪我，来，我妈呀，我是游客，怎么可能？你他妈，我咋的还没呀？我他妈为什么还要上来？这个就是经常上海淘蛋的小姐姐。奖励一个啊，带的不错啊。藏宝猫。Hello， 你奖励一下。